你不说我在家里，我今天有点身上没劲，然后有点什么咳嗽。差不多了。这个不是在这儿吗？你看到这儿了，我的头，这个手现在靠墙上了，头靠墙上，因为靠墙的地方是头发，你看不见，就这头不在墙上，膝盖在墙上，所有的这个手也在墙上了。尽量的要做什么？这个肩往墙上靠，这个胯往墙上靠，就做这个东西。这个肩和胯往墙上靠，很简单。难的什么呢？他靠的时候，这条腿不够长，拉不开。因为我们还不想这么样，这么样就简单了。这个腿在这地方还不能动，这是拉的，这个腿疼。这个里面就是胯。完了以后翻过来这样，这边也是靠墙，所以我翻过身体来做的。只要是靠在墙上，这个臀部也得靠墙，一靠在墙上是这么个感觉，你看很难受吧？非常难受。不靠墙自己做的时候觉得是挺顺的，靠墙你试一试。第一呢，帮助你在这个动作的要求下开一点胯；第二呢，就是你每次很轻松地靠过去，就让你知道靠过去的那个位置在哪儿。你不的话，空着手没有墙练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那位置在哪儿。所以我们你看，我们大多数同学练的时候他是这样的，在这儿吧，你看都是这个样的，什么也没有啊，就是你一定得靠过来，然后靠过来，然后走到这儿来，他这么样过来才算，明白了吧？就两头他得有，中间差一点慢慢调整。我们随便就是一个正确发力，你已经知道墙就在这儿。你看，一走墙就在这儿，一到了这儿来墙就在这儿。你看这个实际上碰上了，一碰上它只能转，因为这边过不去了。你看一下就到这儿来，啪在这儿。你看，就是因为你知道碰着墙了，里面还发力，但到了墙它不走了，这出来就是一个脆劲儿，它能啪定住。要不的话，你看它一直是这样的。我先给你们比划比划怎么样，然后你在这个练的时候让他自己找这个感觉。一开始你装那样，你看走走走走走走，一定住以后身上还晃，他一定住了身上还继续晃，他定住了身上还继续晃，就这么意思。你看，就觉得身上还晃，但是这个轴定住了。像这样的动作，你最好是在墙上放上一块那个可以那个像拳击那个垫子，你在墙上有一个，正好在你的位置，你的轴一靠上之后，一动不动了，身上还继续晃一下。